公子。太君，臣告。陈公子，你别动啊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怎么不能动？程师兄，在你阻止轰毁最后一只神龙柱的时候，被伤了。那神龙柱呢？毁了。我们都中了人道庵的奸计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为他布下了一个铺天盖地灭世的阵。果然是这样。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怎么会这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太君，静娥，你告诉陈公子吧。陈公子，你的五脏六腑、十二经络、全身手脚的经脉都受损伤了。程兄，你先不要激动，现在你暂时不能动，应该安心养伤。是暂时还是永远？告诉我。静娥也不敢肯定，但是完全恢复的机会却不是很大。程兄，不要轻言放弃，我们大家慢慢想办法，说不定有转机呢。谢谢，谢谢师兄，你活着就好了。桂英啊，天门镇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？铺天盖地。为什么我们破了八根神龙柱，竟然会让天门镇变成一个铺天盖地的镇？人道庵料事如神，我们要毁神龙柱，他就顺水推舟，让我们合力轰击，其实是借助了我们的力量催生了天门阵。这什么道理？他看准了吉凶消长的法道，使乾坤扭转，让降龙卧跟神龙柱发生了相生相克、相反相成的作用，这就是所谓的不破不立。不破不立，阴阳凝虚，盛衰相称，此消彼长。正是这样子，此消彼长。降龙物的轰击表面是摧毁了神龙柱，实相消失，变成覆盖天下，无远佛界，成为了一个力量足以摧毁天地苍生的真正的天门阵。这么说，我们不是为虎添翼，为恶人注视了吗？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破天门阵？现在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。天助人助，尽力而为吧。唉，现在事情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陈公子又受了重伤，桂英，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最熟悉天门阵了，可能要辛苦你了。太君，桂英一定竭尽所能再想办法破天门阵。啊，八门杨安。对，现在你们两个要配合桂英，尽量的帮助她。啊，是太君。金娥，陈公子就交由你照顾了。嗯，是太君。天门阵已经建立，这就是天门阵真正的威力。无辜的百姓，他们在互相厮杀。哎，贱民百姓心智薄弱，天门阵的威力他们根本无法抵挡。
两军交战，互相对垒，也不应该伤及无辜的百姓啊。成就大事，不拘小节。贱民百姓的一切牺牲，都是叫天下人知道太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厉害。相对于太后一统江山的宏愿，这些苍生百姓死不足惜。太后，你说对吧？只要宋氏臣服，统一中原，一切自当结束。桂英，有什么我们可以帮你的吗？我们要破天门阵，必须找到它的根源。什么是根源？开头，它的开头就像一个人的出生。他从何而来？如果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就连顺藤摸瓜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原来如此。破天门阵是大家的事，不如你说出来，有什么我跟杨安可以先帮你处理。八姑姑，杨安，我怕结合我们所有人的力量也破不了天门阵。陈刚是我的同门师兄，精通术数，也落得如此下场。还有我的师妹翠萍，一个单纯的女孩，也被人道安利用，铸成不可弥补的大错。眼看我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受害，我身为骊山老母之徒，居然无能为力，一点忙也帮不上。你不需要想这么多，有困难我们一起承担。对，天门阵是个难破的阵，不阵三招两日就要你破解。无论如何，我跟八妹都会在你身边，你并不是孤军奋战。还有太君、排风、陈刚，两家上下的各位嫂嫂们都会支援我们。对啊，就算破不了又怎么样？大家已经把生死置于度外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没错。对不起，我还是想一个人安静的想一下。也好，我们先走了。桂英已经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我们切不可再给她增加一点负累。我也看到了，她快要变成充气的皮囊，随时都会胀得爆开。嗯，杨安，我觉得你越来越会关心别人了。人之常情嘛，责任越大压力就越重。嗯，尤其是对一个自律甚严的人。就像你一样。你不是吗？的确，我们都是高傲自负的人，尤其是你，从前更加是不近人情。是吗？那当然，我还记得年少的时候，你这个杨家护院常常不苟言笑，待人冷漠，好像全世界都得罪了你一样，好讨厌哦。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为什么那么凶？因为我爹从小告诉我，我的命从出生开始就是杨家的，我要还杨家的恩，要为杨家而死。竟然有这种事。那个时候年纪小，我也不甘心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替杨家牺牲，所以每一次跟着老令公在战场上的时候，我都会照我爹的吩咐保护杨家的人，也保护自己，不让自己死。可惜每次回来还要被你这位姑娘冷嘲热讽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有这样的缘由，难怪你从小就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。幸亏没有因此吓跑你。
我还记得小时候，我常常问我爹到底怎么回事，可是他一直不肯说。但是到了最后，他终于说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没有听我爹提过半句。我爹以前是个绿林头目，杀人越货，大家劫舍，无恶不作，所以对于以前的事他一时难以启齿。这样的过往真是令人难以想象。在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爹终于知道悔过，想要重新做人，可是我爹结仇太多，结怨太深，仇家不肯放过我们一家人。就在要被灭门之际，老令公出现了，他怜悯我爹一片千善之心，救了我们一家人。有这种事？所以我爹跟我说，我这条命就算为杨家死也是应该的。世间哪有这种道理，怎么能让你以命相抵，还恩还命？过去我也是这么想，但是我现在想法却不同。有什么不同？以前我不甘心为杨家牺牲，但是今天为你杨八妹我甘心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这样，我要你答应我好好保住你的性命。过去我爹，我的哥哥，他们都是那么疼爱我，可是到最后我看着爹死，看着哥哥一个一个牺牲，那种亲人离开的伤痛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不要你为我牺牲，你要答应我，我不要见到你有什么意外。为了你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珍惜我这条命，不让你孤单，不让你寂寞一个人，啊！世事玄妙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，相处的日子比以前少，可是我们两个却越来越接近。也许我们是幸运的一对。比起台风跟陈公子，我们的确幸运。怎么样，饿了没有？我已经等你很久了，饿死我了。熬汤煮粥需要时间吗？哇，好香啊。嗯，我喂你。你喂我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真的没想过排风姑娘会喂我吃东西，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。你喂我吃东西，我不用出去打仗，也不用出去面对师父，反正我天生就是个懒人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吃啊。不是，好吃，很好吃。那你不舒服？没有，是粥太烫了。快点，快吐出来！吞下去了怎么吐啊？我舍不得白风姑娘的一番心意，我舍不得吐出来。太烫了，等一下再吃好。他是一个好人，他绝对绝对是一个好人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又聪明，心地又好，如果他一辈子都这样，实在太可惜了。他不会白白牺牲的。他本来不想管闲事，而且他根本就不想跟任道安相斗，可是我去找他骂他，我要他出山，现在他却落得这个下场，都是我害他的。害他的人是任道安，表面上看起来陈公子外事不恭，实际上
他是一个有正义感、热爱苍生的人，就算没有你，他也会挺身而出，为天下百姓而战。对，对，他就是这种人。他就是口硬心软，就像刚才，我好想哭，你知不知道？他的手脚已经废了，动也不能动。我看了，我实在好痛苦。可是他担心的就是我，他怕我伤心，还故意挤出笑脸。我实在是面对不了，我宁愿他骂我，他打我，做什么都好，不叫我心里还好受一点。要不然，台风，你不要这样。陈刚是个好男人，你也是一个好姑娘，你一直就是一个懂得为人设想、带给大家欢乐的人。你千万不要责怪你自己，现在陈刚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你，你是令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真的、嗯、国师，江翠萍姑娘求见。江翠萍，叫他进来。是。师叔，恭喜师叔，真正的天门阵已经出现了。我在边境走过，看到那些人彼此互相残杀、尸横遍野的样子，我才领略到天门阵的厉害。哈哈哈，那只是天门阵的皮毛，他的厉害还在后头呢。我知道。嗯，翠萍孤身一人，已经无家可归了。求师叔看在我哥哥的份上，收我做徒弟，教我五行术数，让我完成我哥哥的愿望。你，我真的好想学五行术数，我要像师叔一样布天门阵。这天门阵已经布好了，杨家上下在劫难逃，你的仇也已经报了，还学那些做什么？我的仇，杨家的人一天没死光，杨八妹她活得好好的，我的仇还没报完，我想留在任师叔的身边，看他们的下场。你先起来吧。师叔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能不能做老夫的徒弟，还要看咱们有没有缘分。假如你我没有缘分，你就是跪到老死，我也不会心软的。起来吧，如果无家可归，就在辽宫暂时住下来。至于收不收你做徒弟，再说吧。翠萍知道了。来人啊，带江姑娘去厢房休息。是，江姑娘请。翠萍这就告退。可以骗得过我？任道安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凭你这种身手也想来杀我？我自然量力。你以为你可以破解天门阵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和天门阵已经人证合一，我就是天门阵。天门阵就是我，
生生不息，如臭魔镜。你就是把那些图纸全部都偷回去，也救不了姓杨的一家人。愚不可及，你和天波府的人一样，注定要死在我的手里。用你们的鲜血，你们的臭皮囊，来成就我雄霸天下的荣耀。报告夫人，报告夫人，外面有人昏倒了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哎，她怎么回事？啊，费婷。师姐，翠萍，是谁把你伤成这样？道安，又是他，天煞的大魔头，连个小姑娘也不放过，他为什么要杀你？我想偷天门镇的布阵图，偷给你们赎罪，被他发现要杀我。你真傻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愚昧无知，我骗了你们。我八姐，你原谅我吗？你不要责怪自己，这里没有人会怪你的。你以真心待人，你哥哥死了，你这个做妹妹的想要报仇，这也是情有可原。只是任道安把真相蒙蔽，你被他给利用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可是已经铸成大错了。翠萍，你忘了，我也懂五行术数，我不怕天门阵。他说人阵合一无人能破。人阵合一？没错，连程师兄也被害成这样。程刚已经醒了，他没事。真的？七嫂医术高强，什么病人在他手上都会被他救活的。对，你好好休息，别想那么多，让我给你扎针施药。我不行了。什么不行了？你别乱讲。师姐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你说吧。其实宗宝是我引他去西沙地，是我害死他。师姐，你是被人利用的。宗宝在九泉之下，我原谅你，我也不会怪你的。真的，真的。翠萍，你不要再自责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翠萍，翠萍，什么无人能破，没人能解，我穆桂英主偏不相信，天地之间没有不能破的阵。人阵合一，人阵合一，只要是人都有弱点，只要是阵都有死门。人有人数，阵有阵数，同受日月天地五行术数左右，无论命格再强，运气再好的人总有示弱的一天。天门阵已经人阵合一，任道安的命数就是天门阵的命数。任道安，穆桂英就要你气数尽在此阵。国师，国师，
半夜里国师叫我收拾的尸体，我把它放在后院，原本今天要把它给埋好，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我刚才去找他不见了。什么？岂有此理啊！是您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是有令叫我来这里的。葫芦里卖什么药啊？对，莫名其妙，有什么事在宫里不能说，偏要叫我们来这里。任道安这个人杀人心思可怕，不知在打什么鬼主意。不好，那就是任道安的诡计，快走！唐武，马同文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你们给我住手！住手啊！住手！原来是你，赶快让他们住手，赶快把那光移走。太后不必紧张，这场杀戮很快就会停止。住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是本宫的爱将，是军队的支柱啊，他们跟随本宫多年呢、啊、正因为如此，老夫要借他们二人试验一下天门阵的威力。你的天门阵让整个村落都互相厮杀，难道还不能证明他的威力吗？那些个村民百姓资质低下，心智薄弱，要摧毁他们恰如囊中取物。可这两位大将就不一样了，他们武功盖世，对太后又忠心耿耿，多年南征北战，多年和宋军的周旋，他们的意志力可谓是最坚强的。如果连他们都敌不过老夫的天门阵，那就足以证明老夫的天门阵是无懈可击的。你草菅人命，你这么做请示过本宫吗？太后何须龙颜大怒，老夫建立天门阵不也是为了完成太后称霸天下的雄心吗？我大辽没有了将军，又如何称霸天下呢？这天门阵的威力可以控制天下人的意志力，称霸天下不用一兵一卒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太后，你现在已经不需要任何人，你只需要我任道安。排风，排风，排风，起来，排风，排风，嗯，排风，起来，排风，怎么了？快去找穆元帅来。嗯，找穆元帅什么事？不要问那么多。快去找穆元帅来，快去啊。嗯，元帅。台风。哎，元帅来了。程师兄，我有事要找你。元帅，我有事找你。难道程师兄你想的跟我是一回事？你想到了。我真听不懂你们两个在说什么。人有人命，阵有阵术，既然合二为一，任道安的命数就是天门阵的命数，子午流注，
从任道安的生辰命柱，我们就可以找出天门镇的心脏地方。如果找出心脏地方，就可以直捣黄龙了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陈师兄，你身为任道安的徒弟，可知道他的生辰命柱？这我知道，元帅，记下来。岁次甲戌，天干甲寅，地支丙辰，时支丙申。原来在这儿。元帅，你找出天门镇的心脏地方了。嗯，好，太好了。海风，你出去一下，我有事要跟元帅说。有什么事我不能听的？你先出去一下。程师兄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们虽然找出了天门镇的心脏地方，但要毁灭天门镇，就得以身犯险，直闯核心，攻破此地。这个桂英知道。可是阵破人亡，进去之后后果无人能料，闯阵的人可能会跟天门阵一同毁灭。桂英，你要谁去试阵呢？桂英，陈刚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没有，没什么。你说了，你一定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。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嘛。真的没有什么，我有点累了，我要先回营去。深夜外出究竟为了何事？杨将军不必多问，让路就是了。杨安自然没有权利过问元帅的行踪，但是杨家上下都是杨安如同家人，杨家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不得不管。而且我是桂英如嫂嫂，我不能任由嫂嫂独自行动以身犯险。如果万一有什么差池，杨安无法面对太君。杨安，你不要逼我。桂英，请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，你一个人要去哪里？是不是跟天门镇的心脏地方有关？你已经知道了，那你是不肯退让了？杨安得罪桂英了。杨安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我说出来你就必须放我走。先说出来让杨安听听吧。今天我已经跟程师兄算过了，天门镇既然已经人阵合一，我们就以任道安的命柱找出天门镇死门，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心脏之地。我们必须进入这个地方才可以破解天门镇，但是进入核心的人后果不可测，可能要与天门镇共亡。破阵的人会跟天门镇一样同归于尽。桂英宁愿牺牲自己，也不愿惊动其他的人。桂英义无反顾。不，正因为你身为元帅，更不可以让你去牺牲独自闯阵。如果成功了，当然是大快人心，但是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还有谁可以领导杨家将去抵抗天门阵？我杨安从小就在杨家长大，本来就欠杨家一个恩情，如果真要牺牲一个人，那个人应该是我。可惜你只说对了一半，我身为元帅，明明知道有人要牺牲还要你去，这点我实在做不出来。更何况万一要是你要是有什么差池，我怎么对得起八姑姑呢？你跟八姑姑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才有今天，
我绝对不可以牺牲你，更不能牺牲八姑姑的幸福。那你一个人牺牲，又对得起宗保少爷吗？宗保泉下有知，他会明白的。杨安，你一定要挡住我的去路，我也绝对不会退让的。既然我们不能说服彼此，那就只好用我们的方法解决，不惊动营寨的人。明天早上我在镇外山头等你。好吧，一言为定。嗯。八妹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你找我有事啊？想找你出去走走，可以吗？现在？嗯。你一定有事。没事，只觉得今晚月色不错，不想错过。那好吧。这么飘蓝的星空夜晚，我怎么都没有注意到。月是晚上的亮，星也是晚上的光，星月争辉。嗯，星月争辉，格外动人。其实我们虽然身在战事之中，也可以享受身边很多美丽的东西。良辰美景，就让我们这个晚上放松一下。星空真的很美。哎，你看，流星。好漂亮啊，可惜一闪而逝。流星生命虽然短暂，可是它在有生之年曾经发过光亮，有过灿烂，就算从此消失于无边的黑暗之中，却永远叫人记得。在这山头上，你和我曾经看到它最美的一刻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守在边疆，我守在汴梁，各处一方。每当我独处的时候，总会想起你。我只要看到一切美丽的景色，我就会想起，想起你在天的另外一边也享受一样的美景。我也是一样。杨安，杨安，八妹，对不起，我答应过你的事，我办不到。本来我这条命打从出生的第一天就准备要为杨家牺牲，还恩于杨家，但是为了你，我答应过要更爱惜我这条命，不让你孤单，不让你寂寞一个人。我办不到了，我必须先保杨家上下周全，然后才是我这条命。天门镇必须有人去试镇，杨安愿意为大家去办这件事，是生是死，杨安义无反顾。希望八妹与我同心，以此为荣。杨安，终于找来了。贝蒙多，我们已经等你等得不耐烦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会接受我的挑战，让我闯阵吧？哼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敢来闯阵，我就敢接受挑战。既然接受我的挑战，就让我闯关。杨安，终于来了。贝蒙多，我敬你是英雄，
没头是岸，不要被人利用做杀人工具。杀了我的精灵公主，我要你们血债血偿。我知道你累了，你安心的睡吧，你睡吧，安心的睡吧，杨安，你放心，我会在你身边陪着你，我们的一生都是波折重重，我不知道你要为杨家还恩还命还跟你一直斗气，其实我是欣赏你的。后来你训练我带兵，我口里虽然不服你，其实我的心里已经被你吸引了。你跟着我们一起出征，一起面对重重险阻，当我们都对对方有感觉的时候，竟然又出现了其他的障碍跟其他人。不过你一直没有放弃我，一直没有离开我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决定不是你愿意的，天命不可违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杨安，我没有怪你，我也明白你在做什么。你放心，我不是孤单一个人，你在我的身边。我知道你永远在我身边，你会永永远远的守护着我。杨安，我们的一生虽然波折重重，经历了这么多的障碍，终于可以在一起，我们不会再分开。你好好的休息，我陪着你。